新闻台的节目不该是由政府去关，这句话认不认同？第六次问你，认不认同？我是认同，我是认同，我是认同，但是谢谢你认同。请问你旁边的那位关掉哪一个新闻台？但是问题是，你旁边那位关掉哪一个新闻台？这个不该由政府去关新闻台，你认不认同？报告委员，我们的依法律有关照制度。我没有问你哦，我是跟委员说明一下。我没有问你哦，我问的是院长哦。是，任何的如果是需要。第四次问你，新闻台跟节目不该是由政府去关，这句话你认不认同？我想，我们要依法来处理，而依法处理的时候，法律不对要不要改？法律今天授权 NCC 可以关新闻台，我跟你挑战的就是法律的正当性。换照是 NCC 来审查嘛？所以我再问你一次，我就说这法律不对要修啊。所以你要，我要问院长，抱歉，你没什么公信力，我不想要问你了。这个是不是？我要问院长。新闻台跟节目不该是由政府去关，这句话认不认同？第六次问你，认不认同？我是认同，但是谢谢你认同。请问你旁边的那位关掉哪一个新闻台？但是问题是，你旁边那位关掉哪一个新闻台？这个我们依法进行各种换照制度。我讲是宪政当中新闻自由的价值，这个符合。今天我认为破坏了新闻自由的这个上位价值，法律就要修改。院长认不认同？我想新闻。好，不要院长，我倒退来再问你。你刚说你认同政府不可以关新闻台嘛？你刚讲的嘛？你要收回了，不会吧？没有，现在就是。你刚讲了，再问第二个问题。现在的法律违反了你的信念。你刚说你认同政府不可以关新闻台，现在法律授权 NCC 这位新闻自由的屠夫去关新闻台的时候，没有什么新闻自由屠夫的关系。我跟你讲，这你那不然我问你，你觉我问你，你把 NCC 的功能，我问你错误的解释。你前面已经讲你的前提讲完了，不要在这里哦。来，院长，我再问你一次，现在的法律是不是让 NCC 授权可以关新闻台审查执照？他可以换照，他可以审查换照。你不给他执照就关了啊，就是关新闻台啊。为什么要换照？你有没有给中天执照？都是换照，你给他知道他会关吗？换照制度就是这样规定。换照制度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、啊。对啊。院长，那我们不是我刚讲新闻吗、欸？那我想请问你啊，不该依法行事。国民党威权时代的暴进，你总不认同吗？你不会支持国民党时代的暴进吧？那国民党时代暴进也有法律依据啊。照你现在是报纸都是政府说关就关就可以，为什么会后来解除暴进？就是法律不正义嘛，认不认同？委员，这个还是你要。我没问你，请你不要讲话。我问院长，我想、啊、你赞不赞成解除报禁？我想取消政府关报社的权利。你不要把两件事情给扯在一起。我们现在就讲说 NCC 的功能。你刚刚前面自己讲的话，你又要改口了吗？你要改口了吗？我想哈、啊，在这一个神圣的民主殿堂，我直接告诉你啦，不要去讲这种。我直接告诉这个神圣的民主殿堂。你确于捍卫新闻自由，连自己都知道政府不会关新闻台。你这个，你自己都知道政府不会关新闻台，结果你在旁边，你说叫依法办理。对啊。那照你的逻辑，威权政治国民党，你也去加入算了。当时的法律不好的话，当然是不应该啊。非常好，给你掌声鼓励。这个法律违反你的信念，不是罗志祥的信念。是你承建人的信念，你说政府不可以关新闻台，我直接跟你讲，你知道这句话我刚讲是谁讲的吗？也不是罗志强讲的，是陈水扁总统讲的。他非常反对关中天新闻台，他任内他不会关新闻台，他不能理解你现在的徒子徒孙伤害新闻自由啊！我在想请问您哈，中天 NCC 撤照三年多了啦。请问高等行政法院现在的判决结果什么样？谁赢了？判决的结果呢？还在诉讼当中。我讲高等行政法院，高等法院我们这是败诉，我们上诉。谢谢你，我要这两个字。对，你败诉，这个诉讼还在进行当中啊。我要再问下一句话。是，这诉讼进行下去，你总花了多少律师费啊？跟中天的官司？律师费来讲，我们有跟报纸说1300万是对的数字吗？不是。那是多少数字？一个案子那可能1300万。
你打了26+1的案子，哎，26+1，我们赢了14件，两件。我要问你花了多少诉讼费？哎，我告诉你，这样跟我依法论法，你知道？依法论法，行政机关依法论法1300万不是你算的，嘿，尊重我回答。是是，谢谢。行政机关做的行政处分，在行政诉讼过程当中，败诉是很显见的。委员，你基本上来讲，你要输到10件官司，你跟我讲你很跑棒棒。没有输掉10件官司哦。没有关系，至少100%你输掉了。哪有100%输掉？一天撤销了3件事。没有，这个还在上诉当中，怎么会100%输掉？你目前审级，你就是100%的输。那是只有高等行政法院上诉，最高行政法院还在进行当中。来来来来，委员，你也是学法律的，判决确定还是什么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当然可以上诉啊，你还在上诉中啊，所以有关系可以全力救济啊。我想请问您哈，为什么高等法院判你们输啊？高等法院并没有完全查清楚说我们上诉。哎呀，好了不起啊！当然，原来是高等法院的错啊。当然说陈水扁也错了，高等法院也错了，陈其迈也错了，柯建铭也错了。法院这个法院是法院，政治真的是把两件事情扯在一起。只有你陈耀祥是对的，只有你陈建仁是对的。我没有说我只有对的，这可受公平。